师傅，我把那封关一下啊。师傅辛苦了，师傅辛苦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打出师傅辛苦了，好吧？打出师傅辛苦了啊。师傅，我听不懂你声音。不是咋的？你能不能咱商量个事儿啊，徒弟？哎，你说，能不能不要逮个人就问认不认识我？不是，从来没有。整得很尴从尬。来没有，不是。是有点哈，但是有一点，连毕加索都不认识的人说真心话。可以了，差不多就得了。不，要干啥的？你说吧。我都忘了要干啥，不是，我懵了。等会儿我看一下啊，不是，可能就是那个什么吧，师傅你就黑我吧，我应该是大概是个样子，我感觉。大家伙支持官方，支持官方，不要乱打字，好好的啊，维护官方活动啊。我看啊，那个，我看下曲奇哥发的文本，师傅你看到文本了吗？我看了，说是打电话借钱说的。啊，哎哦，还有这事儿是吧？我忘了，哦，对，好像是什么？对，还要打电话借钱啊。他好像你要问我问题，你到底是不是来做活动的？我看电影去了，不是，师傅你不知道，我跟你我连澡都没洗，从健身房回来开始就不过来，你跟我讲你不知道你干啥的。不是，师傅，我是这么回事啊。刚才已经播了，连续播了一个半小时了。我们这边温度42、3度，是属实的热。我这回脑瓜子热成浆糊了，你知道吧？热成浆糊了，我都突然忘了我想要干啥呢。我想想，你好好想想，你好好想想。来，公屏上打出支持官方就行了啊，不用去理一些无关人士啊，别影响官方活动啊，别影响官方活动。我要给画面，稳稳的啊。我看啊。下一步是干啥呢？曾经我师傅啊，回忆年轻哦，师傅让你来什么？回忆年轻时候的好朋友的有趣的经历，啊，回忆完了之后，然后来个电话整蛊，就是拨通任意一个嘉宾的电话，就是整蛊内容为借钱。回忆年轻的时候，哎呀，咋回忆啊？那就光是年轻吗？就没有别的要求吗？哎，还有就是那个什么，我看啊，小马连麦师傅，然后讲述我们这一期的主题，就是并提出关于朋友的问题，初恋女友最喜欢的就是咱俩，就是我问你或者你问我，哎呦我操，这就尴尬了，是你问我吧，啊是吗？啊师傅，初恋女友最喜欢吃啥玩意儿？好像，我想想。官方喊我来这活动扎心来了，初恋女友是十多年了，最喜欢吃啥？冰激凌吧。我猜你估计就是那个啥，啊，就是吃这。啊，你等会儿我问问你啊，你初恋女友喜欢吃啥？不是，师傅我没初恋。实话。就那啥，实话，就是他们直接把我。背着那个啥玩意儿录像厅就把初恋整没了。那你现在的媳妇是你初恋吗？应该不算。第二个问题你继续问。第二个就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洁癖？不，怪癖。最好的朋友，怪癖。我有个朋友喜欢睡觉的时候把手放裤裆里。我一哥们儿，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，就是睡觉的时候就他就手必须要伸到内裤里，男的啊。我们去那种什么洗浴中心啊，包括去外边住宾馆，然后两双人床，我都看着他，那时候把背都蹬了，手还要插到裤衩子里。你看，我看公屏上有的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他手必须要插到内裤里，就自己要握着自己那玩意儿，反正我不知道握不握，但咱没细看啊，反正手一定要插到那里边去，插裤子里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差不多，没有安全感，然后呢？那你们两个有啥爱好？我发现你们两个可能爱好就是喜欢把手放在别人裤裆里。那很正常是吧？我反正没有。你等会儿，那你呢？你身边有朋友最怪的怪癖是啥呀？不是，这是我突然我想想啊，我师傅我朋友最怪的怪癖，我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呢？没事，你放心大胆说，他们听不到。对。我们两个算是朋友吗？算是朋友是吧？那你有什么怪癖？最怪的怪癖？这姑娘为什么还捂着个脸？你到底把人干啥了？
我啥事没干呢，没有，刚刚就在路边认识的妹子啊。腿挺白啊。哎呦，嗯，角度不会掌握，真是的。好好说话啊，别影响人家。咱们这事儿，咱们那个什么，谈下一个。他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听不见。拍一下。要听见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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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拍一下他大腿，我给你看看。是朋友吧？刚才我唱的好听不？好听。确定？顺仔，跟我想到一块去了，我也觉得唱好听。哎呀！牛逼！我也觉得我表现特别好，牛逼，知道吧？脸，妹子马上就爆顶了。耶、yeah. ！好，可以，好好套路，好套路。那继续。哎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我看最后一个。如果你最好的女性朋友向你表白，你会同意吗？不会，不会，我已经拒绝过了，我觉得。